双手合十，我们静默一分钟哈。星空下以茶会友，这是一场特别的祈福会。户外来办茶会，也顺便来办那个祈福祷告，希望灾难能消弭，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。适逢防疫期间，在广场上空气流通，善念跟静心平敏相结合，众人都很安心。每个人生活的压力呀、啊，还有这一次疫情，大家可能心情起伏会比较大。那透过这一次的活动，希望呢，就是静思堂这边给予我们正能量，在一个很好的磁场、很好的氛围里面，在这边泡茶，让大家来这边祈福，跟我们以往哦。不一样的感觉。桌上一盏盏小灯在广场上亮起，众人安心静心，真心祈福，愿疫情尽快结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